三个半点钟，你拢是我的。爸，当初你还阁替我加薪学历，你今麦竟然甲伊做同款的代志。那那你希望我怎做？我阿你陪我半点钟，我伫楼顶等你。啊，我拄只喜酒，食到一半。你毋是主角，有啥物要紧？我就是爱有专属你的两人时光。啊，若无我无遐多保证，我是毋是有遐多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伫恁爸妈面头前失控？好，就半点真久啊，你有满意啊？你较早答应就好，房号888，五分钟以内过来。喂，小平，刷落来半点钟，你拢是我的。小妹，我无得陪你啊，阮爸来啊。那呢，我就甲伊拍招呼啊。拍什么招呼啊？阮爸看到咱两个啦，为刚才休息室出来啊。伊唔知啊，你即马伫遮。伊若是知影，走来弄门是要安怎？我就甲门拍开，甲伊讲，你选择的人是我。回得恁爸以后嘛爱知影，我就是伊的媳妇。既然安尼，即马甲伊讲，嘛无猜啊。小平。好啦。卖这尼啊着急，恁爸无弄门，我拄则讲的就袂发生啊。我今麦爱你陪我。袂当食。阮爸若是知影，我无接到夜天的电话，伊为着要找着咱，一定会甲鬼伴娘都变过来。有无？哎，有啊，阿婷，什么代志啊？你去倒啊？我拢找无你，钱毋拢转来安尼。哦，就钱的代志嘛，我即马伫倒啥工问啊？什么代志？哦，我发现我联络唔着人啊，我等一下就。你都这样，对于小浩小浩亏。你不应该安尼。今麦不是吃醋的时阵。我知啊，今麦是咱两个人的时间。哎。啊。等因开门上班啊，咱直接入去啊。我今物搬到这摕着债呢，阿弟表情哪会安尼啊？不是啦，你安尼，我当然是真感谢你啦。哎呀，不过吼，这门开袂来，这毋知是啥物代志。阿陈啊，正经无回头，阿正经规身骨掠落去啊，那我阿爷听阿仔个伤心事。我知影你会为难呐，不过我是感觉你比看卖较好。你遐尼疼惜雅婷，哪会当甲陈恩做伙去救伊？你若是无要回我接电话，阮爸甲雅婷拢会怀疑的。你若是接电话，你就会看我离开。好啦，这门总才甲拍开，无哪知影内底发生什么代志。我都唔信这狗屎人吼，敢做出对不起雅婷的代志。
到现在，你竟然敢做出这个反背亚丁的代志哦！你怪别人噻，你阿啥样亲像的？陈安，你好好甲恁爸讲，你选择的人是啥？你敢来有听无？你敢违反？你亚丁，但是你敢讲我死？讲我拢无听，讲我死，讲我死，讲我死！讲你啊！话话话话！哎呦，话咩个怕？你听我话，我来跟你怕，哈？你听我话，你个干嘛讲啊？见笑，我对你干嘛见笑？我受够失望啦，饲一个囝，我不如饲鸟鸟鸡家庄呀。柯小平叫我。叫你阿家讲清楚，阿你家讲清楚，那你这样子，决定要改做伙也是无？啊！我已经决定啊，决定就可见啦。你决定啥都无效，我跟你老母拢无承认啦。那你即摆一心要甲柯小平食清楚对啦吼。我真简单，别紧啊。今开始哦，你就无老爸无老母啦。唔要紧啊，哈！什么天大代志都敢做出来？阿伯。你哪会当安尼威胁陈安？我威胁阮囝是甲你啥关系？就送你去告我，啊无你也顺续，今日我也去告啦。感情的代志唔免惊法院，只要两个人讲好就好。既然我甲陈安拢讲好，阿伯你就莫插手，卡免要到最后陈安来怨恨。阿伯，我来，我来。无恁这种专门拐别人红腮的人讲话，哪拢同款啦？啊，唔是讲恁是真爱，啊，若无就讲恁上适配。啊，最后讲啥物，阮拢已经决定啊。你是甲雪莉做伙去补习班哦？啊，学迄啥物要安怎偷来暗去哦？你莫甲我甲雪莉讲做伙。雪莉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陈安甲王亚婷还袂结婚，我只是追求我家己的感情。雪莉戆戆达十几年。我是看准时机，我就出手。你哪会当跟我比？而且恁这的吴元佩嘛同款怣。你唔敢面对现实，安那我亚婷，伊伫我伫家己的幻想内底，连现实是啥物款，你拢唔知。未见晓的人，做唔到代志，还遐尼侪理由。张嘉玲，你是运气好，弄到你的头壳，安那无你连背拢唔敢背。你赶紧带王亚婷，把伊的头弄弄的，让伊看清事实，赶紧离开承恩，安尼大家就唔免浪费嘴烂。当初你还阁替我教是学历，你今麦竟然甲伊做同款的代志？哎，我就甲你讲，我甲学历无共，你是听无是毋？你拢同款做唔着代志，啊，若无杜承恩，那一句话拢唔敢替你讲。你直接你，哎，好啦，莫讲怕啦，你叫起来啦，代志拢你母出来，你知？喂，亚辉，我人伫咧饭店。啊，不过我身躯搭着肉啥物啊，可能要整理一下才会当过。好，外场见。你甲我听好清楚哦，我即摆兴趣就是修理做唔着代志的人。你想我较检点的，啊，若无我逐工去恁家门下口站卫兵，一见面就给你一顿粗暴，了后佫甲你规个人拍甲肿歪歪，我才看你要安怎穿新衣衫。你记得9987。阿伯，我先去会场，你好好甲陈恩讲。这代志啊，麻烦你就慢慢先讲出去，啊，莫让伊听知。我知啦。